一下黄黄的漂亮，粉粉的美。好，我穿的这个是地方啊，你看我轻轻拉就知道。我会往下滑哈、哦，它弹性很好，而且我觉得它好处，它穿起来不会不舒服，因为它就做有点花苞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件，有没有？然后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正常穿，你们最喜欢正常穿？正常穿就这样，比较寒一点的感觉，又有点像那种背心袖，我觉得还是拉个斜肩好看。那当然夏天的话，这种感觉就是穿衣服最美。然后这个地方啊，也是整个就是。你看很弹，然后里面穿小可爱就可以哦，它就会自然抓皱，所以穿起来就穿个 Pinko 小可爱就可以了，就很有那个很有胸的感觉。然后袖子的地方是故意做有点这样子宽袖，整体会比较好看，而且看起来手臂非常细，有没有？可以。然后其实这种你不会说到不好活动，我觉得其实不太算是不太会跑，然后是有点小小动动的感觉，有吧？哎，有没有小洞洞？但不会太露的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这是造型，而且它面料很质感不透的哦。你可以看它的那个雪纺面料是属于比较高级的雪纺面料。它这是好的雪纺。就是对，就是雪纺其实有差，有很便宜的雪纺，也有好的雪纺，然后价格都不一样。好，然后这个其实是要裤子不会露肚子，就是高腰裤啊，或是短裤，有没有就可以。然后穿起来很漂亮，背后长得跟前面一样，小美背。大哥，这种凉鞋，这件编号10号，10。哎，数量很少啊，要的赶快加，这本很美哦。有喜欢赶快加啊、哦，数量现货数量蛮少的，现货数量蛮少。没错，穿个短裤也好看。34是啊？什么34？有34码的是吗？34码的是这一双。白短裤都不见。这一双有34，就是我们上礼拜抢先给你们喊的这一双啊，对啊。是这一双的袋子吗？对啊，我记得好像有。可以哦，我觉得这种如果你配这个啊，如果你有买这种短裤想要搭配的话，它其实穿上去刚好会在这个地方吧，比较好看，配黄色也好看。没错。好，我要放黄色给你看。好，然后现在穿的这个是黄色的，在夏天必备，真的亮，而且这色系啊，它是有点暗黄，是吗？姜黄不是那种很亮的黄色，就你们看，然后还有一点点小提花，很漂亮的这件，我觉得这个质感很好啦，而且我觉得这种益智的啊，会有太多类似的，这个是我没错，唯一看就是面料很好，而且它的颜色都好美的，就健康肤色穿都好看的。这个就是料子，讲真的，料子很好的，对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还蛮凉的，因为它这里不会太紧，就是袖子地方做的，我觉得它也够宽。然后这个地方很弹，所以其实今天你穿上它，你看我穿搭就知道，是很舒服的，超好看的，又不会漏，就是你在动的时候不用担心它不会走光。没错。又便宜，料子赶快把它带回家，编号是我的粉色哎。哦。我们的小帮手有点忙。我觉得我觉得两头烧。好，这个编号10号，10黄跟粉两色啊，黄跟。